今日股市由老凤祥特别呈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祥冠名播出的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呢，如果从主板这边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遇阻3500点，指数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上方的60天线啊依然没有冲过去。创业板这边呢，其实在今天早盘还有向上的跳空缺口啊，但是当下午把这个缺口回补掉了之后，指数就是一路下跌。主要呢，其实一呢是在创业板这边的一些成分股啊，出现了一些放量的下跌啊，比如说像 CXO 类的个股，或者说是像新能源车当中的个股。而主板这边呢，相对来说热点是比较分散的，而且有一些金融股的拖累啊，所以整个市场呢今天其实没有很强的做多的情绪。但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来思考一下，因为下周呢就会进入到了五一长假啊，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本周过完啊，那么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资金开始慢慢的要进入到一种无心恋战的阶段，而且指数也反弹了一段空间啊，3500点在节前还能不能有效的突破？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表现。上证指数呢，今天的收盘点位啊是3441点，盘中呢最高其实已经摸到了接近3500点啊，最终的跌幅是接近1%，而今天呢成交量则是明显放大，沪市单边呢是达到了3881亿。我们再来看一创业板这边，创业板在上周呢是非常明显的突破了半年线还有60天线，今天呢也是一个放量的冲高回落，跌幅在0.84%啊，但是还没有踩到下方的5天线，成交量方面达到了1902亿。我们看一下中证500啊，0.31%的涨幅，也是冲高回落啊。中证1000啊，其实已经连续几个交易日是比较弱势的啊，在上周五是一个特别明显的28分化，就是抱团的强，然后小票弱。今天呢，其实整体都比较一般。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沪指3500点遇阻，节前还能不能有效突破啊 ？A 能 ，B 不能。稍后来看看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抖音和快手的第一财团号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和我们实时互动，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第一财团。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蔡玲玲、徐熙瑶还有吴海荣，欢迎三位。好，简单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情况。今天市场呢，除了科创50指数啊红盘报收，其他各大指数呢都是绿盘报收。你看，跌幅最大的是上证50啊，1.6%的跌幅。成交量方面，今天沪深两市加一起呢是达到了9000亿的成交量。其实应该能够感觉得到，今天是有一部分资金从某些票撤出来了，但是是不是会选择新的方向啊？这个值得我们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活跃度啊，今天呢其实倒挺有意思，涨停家数啊是略有增加的，52只个股涨停，11只个股跌停。ST 个股方面呢是11只涨停，17只跌停。赚钱效应是略有回升啊，上周五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二类个股强，然后呢大多数个股都没什么赚钱效应啊，今天呢稍微回升一点点啊，达到38%。好，我们来听一听几位嘉宾对于接下来市场的研判啊。先来听听玲玲的观点，怎么看待今天这样一个放量的啊，然后又是一个怎么讲冲高回落的走势啊？接下来咱们节前还能突破3500吗？我觉得节前去突破3500点难度比较大，因为本身马上就是要进入到这样一个五一长假了，就是在这个时间窗口的话，我觉得大家去做多可能不会这么坚决，因为本身你说这一波行情，其实说让市场反弹的主力军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外资，而外资的话其实和整个外围整个行情可能关联度比较大啊，如果说在就是说五一期间外围有波动的话，其实会不利于整个节后的行情展开，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我觉得大概率大家可能会出现就是说会相对比较谨慎的对待节前的还剩的4个交易日吧。另外的话，其实从整个成交量上来看的话，因为之前就是说创业板特别强，就很明显是就突破了这个箱体，然后去有一点像去挑战前高的意思，主板的话明显落后，那么今天的话是感觉有资金去想去做主板这边的突破，然后的话但是
但是的话没有成功，所以说今天成交量很大，也可以说是今天可能是整个情绪的一个高点，所以短期这边想要去立刻的去把解放今天的套牢盘，我觉得难度比较大。最后一点的话，其实就是说目前市场其实一直没有一个能够使得市场去突破向上的一个逻辑，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如果说这边想要去突破逻辑，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等待一个政策的一个信号确认。那么我们之前一直说四月中下旬的一个就是说重要会议的召开，那么现在我们依然是在等待这样的一个政策信号。如果说有政策信号，明确的政策信号的话，我觉得指数还可以期待一下。如果说没有的话，我觉得依然会保持一个可能就是说3300多点到3400多点这样一个比较窄幅的一个区间震荡，可能更多的还是去把握一些结构性的机会。整体性的行情我觉得不是特别多，当然从内部来看的话，从结构来看的话，近期的确比较难，因为从之前我们一直说可能近阶段整个市场可能是以题材为主啊，题材炒作为主，但是很明显感受到整个题材的炒作的一个持续性是呈现出一个逐步递减的一个过程的。之前可能像碳中和可能炒一个月或者说大半个月的一个情况，到后面的像啊三胎二胎，然后的什么核废水啊，包括上周的智能汽车，我们上周一来说智能汽车很强，后面的话基本上之后的几个交易日一直在调整，包括我们看到今天比较强的像原料药，其实整体的参与难度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无论从整个就是大部分的这种核心抱团票也好，还是说近期活跃的题材股也好，其实整体赚钱效应都是比较难的。嗯，好，那如果赚钱效应比较难，你觉得接下来就是结构性的机会还好去操作吗？就是做多情绪上，就是还是说就结构性的机会，关键是你站哪一边。就比如说我站周期这一边，那我觉得近期的持股体验还可以，但是如果说你去打一些高估值的品种，或者说打一些本身操作难度比较大的一些题材股，那的确就整体来说就比较难做一点了。嗯，好，就今天这根阴线还是不改变，就是依然可以做多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对，因为本身目前没有说特别明显的这种什么系统性风险，应该还是在一个把握结构性机会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指数行情没有。嗯，好，徐希瑶怎么判断呢？我也觉得这个阴线的话应该是不改变我们去做这个寻找机会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在上周乃至于到今天的行情当中，其实我们一直在说一个点，就是分化的一个行情啊，板块之间的轮动的话，其实相对于之前来讲的话，也是在明显的一个加快。但是呢，从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些板块的这个效应来讲，我觉得有些品种的话，它是走出了一些部分的一些趋势性的，像医药里面的，包括储能里面的，包括这个当时之前我们说的这个锂电池这一块的一些品种啊，当然它走势的话相对来讲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强劲，但是整体上还是一种震荡上行的态势，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能找到一些机会的。另外的话，从今天的盘面的走势当中啊，今天指数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冲高回落，上午的话离3500点啊，我看了一下只有30个点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就差了3个点，对，然后就打下来。我觉得主要原因的话其实也在看盘，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盘口的话，就是这个医药股的这个今天的高开啊，有些品种的话要么就是一字打上去，要么就是高开8-9个点。你要明白，就是医药股他们之前是逐级的震荡上行的，突然之间加速啊，里面的资金的话肯定会往外去走，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的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赛道拥挤了之后的话就会有这个资金往外去流。所以我的理解的话，有可能是这个医药股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赛道拥挤之后，使得这个资金开始出来去做这个调仓换股，然后在这个临近中午下午的时候的话，这个锂电池的龙头宁德时代的话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跳水的状态，使得人气开始向下，然后指数一直往下走。所以从整个盘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些核心品种，因为它的关注度高，所以它们的波动也会大一点，使得指数的波动我觉得也会相对大一点。但是目前来看，不管是上证指数还是创业板，尤其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话其实仍然还是一个这个日线级别、小时线级别，包括15分钟线级别，都是一个走多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最起码现在去看系统性的风险，或者说这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来临，我觉得还没到时候。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去看今天下午下跌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因素，我看了一下的话，就是导致上证指数持续下跌，这个的话是跟大金融板块有关系，一个是券商信托，一个是保险，两个板块的话大家去看一下都创了阶段性的一个新低。对，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带来就是两个最弱的板块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技术的一个分析。第一个，我们看这个保险板块的一个周 K 线，
保险的话其实它调了很多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看周 K 线的话，其实我们不算这一周的这个阴线的话，其实它已经是连续性的向下调整了七周啊，目前这个从这个周线级别离这个六十周均线的乖离率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如果在这里继续往下去大跌的可能性，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其实是不大的啊。另外第二个的话，我们看券商信托，券商信托的话，今天中泰证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盘中的一些这个闪崩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引发了这个券商板块的一个回落啊。券商的话，其实这段时间的话，很多人都比较期待啊，券商在3500点附近的话，大金融出来打一下，但今天没有往上去打，反而往下去杀，所以把情绪往下去带。但是你看这个券商的日线图，其实它的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下轨线还是比较清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指数短期的这个风险目前来看其实还是不大啊。另外的话，从这个节前效应来讲，刚刚林林也说了这个节前效应，但是最近的话像春节，像这个清明节，现在的话是五一节之前，但前面两次的话春节前指数是涨的，北上资金是流入的，那么清明节前指数也是震荡上行的，北上资金也是在流入的，现在的话五一劳动节前我觉得北向资金也是在流入的，但是指数的话现在还在震荡，但整体来讲我觉得有可能节前的话相对来讲啊，我还是比较乐观一点的，可能五一节前的话指数也会呈现这种震荡上行的态势，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在明天的这个指数能否在这个位置撑住一下，那后面几天的话就会相对比较清晰一点了。对，好，就今天主要是受到大金融的拖累啊， 对吧、嗯、但是如果说大金融没有什么太大的下跌空间，然后指数这儿横一横，你觉得还是有可能继续上行的？是的，是吧？对，好，比玲玲相对来说指数的判断上略乐观一点。是的啊、嗯、来听听吴海荣的观点。指数是今天上午涨下午跌，这个收出了一根比较长的上影线，而且两市的成交量呢放大到了9000以上，应该说是一个放量滞涨的一个过程啊。那么从形态上来看的话呢，应该这里还是存在着这个压力的，因为大家如果说往前一周来看，上一周指数基本上是一个阶段性的反弹的过程啊，上一周实际上特别是创业板更明显啊，每天都有一个权重的类的个股啊出现这个中阳线，然后把指数一路推上来，上周创业板指数周涨幅达到7%啊，基本上就涨了一周啊，所以我觉得在市场目前整体就是涨不深涨不高、啊、跌不深的共识下面的话，我觉得上周弹一周，这一周本身我觉得压力就会比较大，然后今天的上午又出现了一次加速，那么抛盘就很显然明显出来啊。一般性来讲就是在上涨了一段以后出现这种放量的，然后又是比较长上影线的，如果说是放在以前趋势性的行情中间，那么一般性这种就是可能就是一种类似于日线上面的洗盘，然后不改变原来的趋势，这个是有增量的市场，但是如果说是放在一个存量的市场中间，在反弹一段以后再出现这种放量的长上影线，而且是那么一般来讲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压力位啊。所以再加上我们看到本身创业板指数这一波从回下来就3476到2603，然后2603反弹到今天的这个高点啊，今天最高3057，实际上我们基本上也把我们这个这一轮跌下来反弹了一半左右啊，所以我觉得随着今天的就是创业板是先过60天线，然后今天的深圳成指跟创业这个上证指数的去探了一下60天线以后，我觉得基本上短期呢这也是存在着这种压力的，所以我觉得后面几天因为本身也是小长假，资金可能观望的气氛可能会更浓厚，今天成交量是放出来，但是我觉得后面几天成交量会逐渐的萎缩下来啊，这里更多应该是我们把目前这个位置进行的务实，所以总体我觉得指数在这里短期没有什么空间。嗯，好，再来看看创业板吧。创业板其实是这波反弹力度，当然也因为它跌得多啊，所以自然呢反弹的空间也略大一些。60天线、半年线啊都已经站上了，而且呢今天也创出了一个反弹的小新高了啊，就是达到3000点，然后回落。创业板这边玲玲的判断是什么？创业板的话，我可能会更加谨慎一点，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主板的话，其实这段时间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涨幅，更多的还是在一个区间震荡。但是创业板这边的话，我觉得更多还是，就是说指数和大多数和一些赛道股的这种关联度太大了，
就包括像医药啊，像新能源车啊，你稍微打打可能指数涨得特别多。而之前就是说大家可能还是习惯于过去这种就是说拥抱成长的这样一个思路，大家一反弹都去做成长股，都去做医药啊，包括新能源，所以说指数反得特别快。但是我还是想强调一点，就今年我觉得整个大的一个投资思路的话，还是要去尽量规避那些高估值的成长股，而是去要去寻找一些就是说和估值和业绩匹配度高的一些品种。所以说当这一部分就是说高景气高估值的品种当它反弹到高位的时候，它那意味着它未来的向下的波动会比较大。包括我们看到今天像宁德时代这么大的市值的公司，今天其实波动特别大。所以我觉得短期如果说市场就是说进入到一个情绪退潮期的话，那么整个创业板可能短期如果说调整，可能向下的力度也会比较大一点。所以短期我对创业板这边可能是比较谨慎一点吧。嗯，好，徐熙瑶呢？创业板的短期波动我觉得也会大，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会在这个60天均线上方去构筑一个小平台，我是这样的观点。因为我带来一张图，其实今天往上去走的话，3060的这个区间高点啊，其实也是在之前的这个箱体的一个筹码的一个密集区，在这个位置出现这个冲高回落啊，从技术来讲的话，其实大家都在等大创业板反弹到哪里我去卖，那到这里有压力的时候可能就有资金去卖，为首的就是像一些这个今天高开的医药啊，或者前期反弹的比较多的像宁德时代，从底部到高点，今天的最高点有30%的一个这个反弹的区间，肯定会有基金包括前期没卖掉的那些人开始来减仓的。但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指数创业板目前来讲是最先去突破这个60均线的。我的原则的话是这个位置我觉得这里反弹应该是还没有结束，那强的它已经先上去了，如果说它再跌破60天均线，可能这波行情就结束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对于创业板的一个预期的话，我个人还是在这个位置做一些震荡。如果说我们发现创业板能跌破这个60天均线继续往下去走的话，我觉得可能到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寻找机会，而是去重新去控制一定的风险，然后转到一些这个低位的或者低估值的里面去。所以从这个原则来讲的话，我的逻辑的话其实是对于指数短期可能还是乐观的一个判断。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这个创业板的一些这个核心品种，其实这一段时间涨的就是医美、医药，还有就是一些这个锂电池里面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大票品种。但低位的品种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没有轮动。如果说这一波反弹的话是大家所有的板块都轮动反弹一遍，我觉得能够在后期去做补涨式的轮动呢，不一定能涨30%，可能补涨式的去轮动的板块还是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愿意还是再多观察一下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我暂定是在60天均线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反复揉搓的一个心态。对，那就你倾向于创业板休整之后应该还是一个领涨的一个指数？有可能后期的话，如果上证指数这边也没问题，因为现在上证指数最弱，只要它这边没有问题，能够把这个今天的高点给吞掉的话，我觉得创业板的话其实还是有可能继续去博一些这个个股的一些弹性出来的。对，好，吴海荣的判断呢？对，应该说弹性更大，就是说我们在上周的反弹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创业板由于每天都会出一个比方说市值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啊，由于业绩的影响啊，或者说有些业绩超预期，那么出现一根中阳线，然后把指数带上来啊。我记得有一天这个创业板宁德大涨的那天，实际上指数基本上带了1/3到1/4的涨幅，是吧？所以实际上它对个股对指数的影响还是偏大啊。那么随着我们进入到4月底以后啊，那个一季报呢基本上都披露完毕啊，然后这个后面啊基本上进入到了一个业绩的一个真空期啊，而进入到业绩真空期呢，随着前期的抱团股啊在低位啊，随着业绩的刺激啊反弹了一段以后，那么后面它的压力我觉得就会逐渐的显现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调的是宁德时代，是那么有可能明天可能是换成其他的一些东西去调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涨的时候啊它有趋向作用，但是如果说市场本身处在一个退潮期的话，那些原先领涨的那些权重类的这种个股，实际上它对市场的这个拖累的作用我觉得还是会比较明显。只是现在创业板就是如果说调整完毕以后它的弹性还是会起来，因为毕竟它的波动性比较大，那方向我觉得暂时应该上证也好创业板也好，这里基本上还是趋向一致的。那现在这种退潮期你怎么看就是创业板的调整的空间的问题呢？你是觉得像徐熙瑶这种横一横还能再上，
还是说可能这波反弹也差不多了？我觉得可能还是会，不一定就在这里能横得住，我觉得有可能还会往下退一退，因为毕竟我刚才提到了，就创业板这一波的指数从这个2603开始反弹，然后反弹到我们这个今天的最高点上3057，这个涨幅要比远远上证指数低位的反弹要高很多。创业板指数这一波的低位的反弹，实际上把我们原先3476到2603的这一波调整几乎正好反弹了一半。对啊，那这个实际上是力度比较大的，而且也切合了就是说我们一些权重股原先是这个抱团松散以后跌得比较深，然后呢一个个权重股公布一季度业绩以后，的确有些是比较亮眼，把指数推上去，但是你推上去以后，后面实际上是没有刺激性因素了。你要再看一个下一个新的，比方说这个半年报出来，还要等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说，它一旦回的话，可能也会这个往下回。但是大的来讲的话，因为我刚才提到，就大方向来讲，我们目前的指数应该还是处在这种就是涨没有空间，就涨不高跌不深的这种状态，所以可能回下来如果说力度大一点反而是机会。但是如果在这里就反弹了低位起来反弹50%以后，一味的你要在这里阶段性横，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难度。嗯，好，其实如果看创业板啊，我觉得今天呢是值得大家关注一下接下来到底会怎么走啊。因为我们说从之前就今年啊春节回来开始跌，然后呢跌完了之后跌到应该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啊，2600点，2600点反弹到今天到3000点，对吧？400点涨好了。如果你再往上反弹呢，其实就是徐霄画的这个箱体了，就是你要往上翻了啊，就是他已经把我画的这根横线的应该是3月2号的那个高点，其实今天是打掉的，打掉了之后放了一个量。而且今天这个市场非常明显的是什么呢？把一部分前期涨幅过大的品种明显放量了。前期这一波指数涨的过程当中，最好的是 CXO 的个股啊，比如说像美的西，比如说康龙化成，这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一直会提到的，就 CXO 的一些个股。再比如说像医药类的、医疗类的，比如说像迈瑞医疗、药明康德。其实今天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品种出现了一个升幅的调整，而且都是放量的，所以资金肯定会从一些品种当中出来啊。这个出来会不会选择一些新的方向，还是说这个出来其实意味着这一波反弹可能就是暂时告一段落？因为从2600点到现在正好是22个交易日，而且反弹的空间呢是这波下跌过程当中的50%啊，所以这个位置上大家倒是去关注一下。刚才徐晓说的是横着的方式，还是说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调啊？那么稍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资金在今天市场当中，有的其实是冲高回落的，有的其实是放量下跌的，还有的就是不断创新低的，就是大金融这些啊。所以资金其实是在某些品种当中在不断的撤退，但是呢，也会在某些品种当中跌下来了，他会去不断的去买啊。稍后回来听一听几位的观点，了解一下目前在我们今日股市微信当中招募的瑞投顾，只要您是有资格认证的投资顾问，都可以在有看头家上面一试身手。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报名，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资格证号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选股你势在必得，得心应手，手到擒来。看盘你举重若轻，轻而易举，举世无双。挥舞你的点睛之手，燃烧你的投资之魂。最强投顾擂台已为你升起，不服来战。报名入口请扫二维码。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3个世纪的经典。哎，为什么股票高抛低吸说着容易，做起来那么难啊？高抛低吸啊，咱们股民人人都想做到，但是哪有那么容易？没有好方法，还不是到处吃亏？也是啊。来看看这份高抛低吸实战宝典，其实啊讲解的还真的挺到位呢。你看这里面啊，关于这个高抛低吸的炒股技巧都有讲解的，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快给我看看。可以啊，你看像我一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也能领取一份高抛低吸实战宝典的应用啊，十分的广泛，不管是上涨行情呢还是震荡行情，都可以运用相关的操作技巧来把握买卖的机会。高抛低吸实战宝典容易掌握吗？会不会很难啊？
不难，你看都是我们熟悉的技术指标和配套的案例解析指导，真的是易学易懂。那还等什么？我现在马上去领。屏幕前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领取使用了。到底好不好用呢？你试试就知道。掐指一算，今日要抄底。财会也今日一开盘，不我要动啊！能入市领先，还是要靠学习和坚持。听我的！交锋智投是战派股票学习平台。哎，王哥，我最近特别愁。怎么了？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结果一买就跌，一买就涨，可愁死我了，赶紧给我支支招吧。做投资啊，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都是有讲究的。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关键点位买卖法？是啊，这个方法啊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遵守线上阴线买，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这样，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关键点位买卖法。方法怎么用呢？里面写的都很详细，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太好了，是用微信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嗯，这个资料挺抢手的，你赶紧去领啊。好，我马上去领。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掐指一算，今日要抄底。财会也今日一开盘，不我要动啊！能入市领先，还是要靠学习和坚持。听我的！交锋智投是战派股票学习平台。老凤祥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好，欢迎回来啊！接下来咱们来说说操作啊。在说操作之前呢，先来看看网友朋友们在我们抖音和快手上面和我们的互动啊，看看大家的一些观点啊。有几位网友啊都说，红五月肯定是有的啊，所以呢要提前埋伏才是王道啊，就是还是比较看好五月份的行情的。另外一位朋友说呢，这个五一节前涨的概率不大啊，那可能就是要看好五一之后了，是吧？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有涨肯定有跌，就看自己选的什么票了，我选的就没涨过，所以今天也没跌。确实啊，就今天跌的更多的好像是前期涨不过大的一些东西。重要的不是趋势，是周期啊。说到这个周期呢，刚才也看了一下，创业板低点反弹到今天22天，主板从低点反弹到今天是34个交易日啊。接着我们来说一说，咱们五一长假之前还剩下的这几个交易日啊，大家看看怎么操作。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市场当中的一些热点和亮点啊。先来看一下基金重仓的，今天你像通策对吧，是之前反弹幅度比较大的啊，然后宁德今天也跌幅居前，然后像美的啊，今天也跌了4个点。然后你看左边领涨的啊，就有跟原料药有关的，然后呢也有芯片，然后也有疫苗啊。你看今天主要涨的一些东西呢，不是前期涨的啊，我觉得这个现象还是挺明显的。我们来看一下部分抱团股的放量下跌，美的西新高，今天下午跌了有10个多点啊，康龙化成接近4个点，宁德时代啊6个点。我们来看看题材，其实题材呢就是从上周五开始吧，市场有一些发酵的，到今天就是检测抗疫啊，就是你看有一些疫苗啊，然后检测啊，口罩啊，手套啊，药品啊，今天都有表现啊。医美今天是打了一个上影线出来，煤炭啊，上周最强的是钢铁对吧，然后今天是煤炭啊，所以轮动的特别快。我们先来说一下抱团股的这个放量下跌啊，其实资金我们刚刚说今天有流出的，一个是从金融对吧，明显流出银行和保险券商啊，还有部分银行，还有就是一些前期抱团的一些品种涨幅过大了然后流出。那流出是觉得反弹结束了，还是其实他们是在做一些调仓换股的动作啊？林林怎么判断？我觉得应该还是在做调仓换股吧，因为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说就是说一季度整个公募的它的一个一季报披露了，包括我们看到其实外资其实也披露它的整个一个持仓情况，我们看到外资和机构他们一季度增持比较一致的方向其实是在银行和一些顺周期的品种当中，其他的包括像消费啊包括电子啊他们都有分歧，
只有在这种顺周期的他们是达成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段时间就像我刚才说的，看你持有什么方向。那比如说我持有在顺周期这一块，实际上我觉得这段时间还可以，但如果你是做题材或者做其他的一些高景气的，可能你觉得波动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些低位顺周期的品种，我觉得依然可能是未来机构持仓或者调仓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是比较看好的。那么今天的话我们也看到像煤炭表现的是比较强势。那煤炭当中的话，这边简单做个梳理。其实煤炭主要分几块，一个的话比如说是动力煤，一个是焦煤，一个是焦炭。那么如果说在这三个子板块当中去做一个分类的话，我觉得焦煤要比动力煤要好，然后动力煤要比焦炭好。所以我觉得如果去做的话，如果在就说在煤炭板块当中去做筛选的话，我可能优先选择焦煤这一块，然后再选择动力煤，然后再选择焦煤这一块。那如果说按照就是如果说其他周期当中的话，我觉得像铜、铝这些基本金属这一块的话，其实近期我们看到期货类的品种都是在创新高，包括像沪铝啊，包括沪铝啊是连创新高，包括一些铝的一些股票也是在创新高。那么像铜可能相对弱一点，我们看到是铜的一个期货价格已经创新高了，但是铜的股票的话，其实相较于今年年初的高点，依然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说落后。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短期如果想要继续去做顺周期的话，我觉得铜可能是一个重点可以考虑的方向。那么像钢铁的话，短期的确上周涨得比较猛，但是短期这边的话因为成本端的一个上行，因为我们看到铁矿石这边涨得比较猛，所以说可能大家可能担忧对于整个单吨对钢铁单吨利润的侵蚀，所以短期这边有调整。但是我觉得中长期而言的话，在整个碳中和大背景下的话，我觉得钢铁依然是走趋势。所以我觉得无论是钢铁、煤炭，还是说铜、铝，包括一些基本金属包括一些新能源金属，我觉得都是在走趋势。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我依然是比较看好的。好，就是走趋势呢也有一个节奏啊。我记得之前我们也有嘉宾是举了一个中原海控的例子，对啊，就是周期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有比如说前面是有一些预期，然后后面就进入到了业绩兑现，好像这是吴海荣当时举的例子，是不是啊？说到这个周期，所以就是可能报表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它最好的时候啊，但是现在呢可能它是一个比较缓慢攀升的一个节奏。对的，是吧？对的，周期的话我觉得我们也一直说周期的话要买在就是卖在业绩的最好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一直说就是说可能这波一季报很亮眼，但是我觉得业绩的高点可能是在二季度或者三季度，那现在可能是在一个就是缓步攀升的一个状态。如果说真正要走主升了或者再来一波的话，可能是要等到中报前后可能会有就更加有弹性的一个时间窗口。那短期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重心不断抬高在走趋势的一个过程，就是跌下来一定会有机构可能去配的，对的，是吧？可能会去买的，对的，嗯，如果说你冲得很猛，那我相信还是会有资金会在里面做 T。 嗯，好，来，徐熙瑶觉得是调仓换股吗？现在我觉得应该也是调仓换股啊。有一个现象，就是今天刚刚我说的一个点，就是今天的这个医药股的这个走势啊，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再跟踪一下啊。因为医药股它前期是一直往上走的，那现在的话今天是因为有了突发的一个这个利好消息，使得它出现了高开，打乱了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节奏，才出现了它的一个冲高回落。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赛道拥挤的一个现象，有资金开始出来。那么我们去看一般这个板块的话，就属于市场关注度或者说我们接下来就看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板块。如果它在接下来的两三天是持续的下挫的，那这就不是我说的这个赛道拥挤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了。因为赛道拥挤一般它只会持续一天或者是一天多一点点，它不会持续的去出现这种现象的，所以这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点。那如果说是真的是赛道拥挤，那么明天这一些核心的品种里面它不会继续往下跌的，它会在这里收小十字星或者小阴线做一个止跌，趋势还是在。因为我们看刚刚那个李婷说的像美诺华这种一些品种 CRO 的品种啊，就是他们的趋势今天出现阴线，由目前来看最起码从均线的角度来看是没有改变趋势的啊。它在它这个震荡上行的态势当中其实是允许这样的一个这个阴线上升，当然现在去说它继续创新高我觉得不一定说能够他们继续往上。那么现在去看的话，我们想要看的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这种高位的品种如果它的这个连续性下跌的风险没有的话，
那么资金还是会去做一些这个高低转换的一些这个调仓换股的一个动作的。就比如说整个医药板块当中的话，一些低位的一些品种其实也在动啊，像这个原料药的一些品种的话，今天资金在这个分歧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比较坚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资金调仓换股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另外我们可以看最近的这个从板块的轮动去看的话，像锂电池是确定的，还有这个储能里面的一些品种它涨得也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消费电子的一些品种，像歌尔的这个业绩出来之后，其实它的反弹的空间的弹性呢也比较大。另外消费电子里面的话，其实像整个三月份的这个手机的这个智能手机的销量其实也是增长得非常不错的。有些品种的话随着业绩的一个披露啊，看能不能有在这里再做一些这个反弹的预期。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预期其实是有的。所以如果我们去看一些这个调仓换股，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板块之间同时业绩确定的一种高低转换的一种这个调配会更合适一点。对，好，吴海荣也来说一说吧，大家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做多啊？就今天这个现象你怎么理解？对，今天应该这个市场中间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减仓了，的确是减仓了。就今天你去看医疗器械板块包括医疗保健板块，今天实际上成交量放的特别大，对，然后上影线收的特别长，因为本身上周就出现了连续的上涨，然后今天又在这个事件性的驱动下面，今天很多就直接因为周末的情绪特别，特别是对整个医疗检测的一些情绪特别高，然后开的特别也这个后面直接就是一直往下走啊，也带动了整个创业板指数从上午前期大概涨2%到收盘接近这个跌了1%左右啊。那我觉得创业板指数未来几天的走势跟这个医疗保健的走势还是有息息相关。如果这些股票在经过了今天的下跌以后成交量马上缩掉，那我觉得这些趋势原有的趋势还能保持，就经过今天的市场分歧以后马上卖压又不强了。但是如果说明天还是成交量比较大，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段时间的头部，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去化解。然后带指数的东西啊，我们看因为本身抱团反弹了一段时间，那么带指数的东西现在无非就几个嘛，一个是抱团的东西，一个是低估值，一个是周期。然后你去看抱团的东西今天冲高回落反弹了一段以后，周期还是比较低估值的还是比较弱，对，那自然而然资金就流向了周期。但流向周期大家也看到了，市场也很聪明，就是说市场挑的今天涨得好的那些周期不在高位的品种，基本上都是调整了很长时间的。你像铜啊，最典型的像几个铜的调整了过好年以后拉了几个缺口以后一路调整到现在，那么今天反而反弹的幅度就比较大，因为的确那个位置相对比较安全，因为调整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带指数的这个东西当抱团股出现冲高回落，而金融包括低估值那里又比较弱的情况下面，市场是流向了周期。但是周期这里波动特别大，就高位的品种有的时候它不是完全看业绩，就高位的品种哪怕你业绩披露出来好没用还是跌，但是相对低位的品种市场如果可接受的预期在那里，它可能也开始反弹了。所以它这里实际上周期本身它也有在自己在轮动的这个格局啊，这是带指数的东西。然后主题性的投资的话呢，我觉得现在是自己在走自己的节奏，就是说它可能会对市场有一些影响，但是它基本上是自己在走自己的节奏。那我觉得今年应该市场就主题性的一些机会，虽然我们过好年以后我们看各种各样的主题性的机会此起彼伏，但是有的快有的慢。那我觉得今年就是主题性的行业我还是建议，就是我们前期一直反复讲的一个是智能化这个主题，另外一个医美啊，反复的回医美这个主题呢，就是说如果说你从行业属性来看的话跟白酒有点类似啊，讲男人的白酒女人的医美啊，基本上是成瘾性跟重复性消费，但是它又不同。因为白酒这个东西实际上一直以来业绩都很好，但是医美这个东西实际上我觉得如果从市场属性来看的话跟去年的新能源汽车有点类似，就是当时基本上就是行业前景很好，如果说你看市场的未来的五年的复合增长率可能都很高，但是你在去年的立场中间你去看新能源汽车，实际上除了龙头的一些公司业绩已经体现出来以后，二线的公司很多业绩当时都没有体现出来，只是说当时的市场这个行业发展前景好。那么现在实际上也是，就医美的上市公司你除了排在前面的上游的一些
实际上上游的一些是跟去年的抱团的公司在走的，它的业绩是体现出来，但是你去看现在中游的那些，就我们所谓的医疗连锁机构的那些，你如果单纯看绝对的估值根本买不下手啊，基本上都是很高啊，但是你同时你去看它的成长性呢也很高，就跟去年的新能源汽车是有点像，就估值很高，成长性也很高，前景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行业属性跟白酒有点像，但是市场属性我觉得跟去年的新能源汽车有点像，就是龙头有业绩，现在的医美龙头也有业绩，然后二线的成长性很高，但是绝对估值很高，你买不下手。但是市场反而就是起起伏伏，一波一波，就涨一波回撤起来，有的时候也快，但是回撤好以后呢，市场重新起来又很快。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医美这个领域，我觉得未来还是会有反复活跃。当然你的对题材股嘛，你的波段的属性或者说买卖点也很重要，包括像去年的新能源汽车，实际上它虽然跨度很长，时间很，但是中间的起起伏伏涨涨有的时候也很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市场这个主题性投资机会啊，中间智能化这一块的一些中小市值的一些票，这个我们以前反复这个说过，就是我们像汽车芯片，然后显示驱动芯片，智能控制器，数控机床等等，这些就现在的这个增长率啊，应该来说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它的估值我觉得现在还不错，特别是你像智能控制器、数控机床这里很多估值现在就是二三十倍的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作为成长性的代表，我觉得也可以关注，就一个智能化，一个医美，我觉得今年可能会贯穿的时间比较长啊，期间有一些的主题性的投资它可能上上下下很快，我觉得你错过了就错过了，可能过掉了那阵风，后面可能基本上就再不起来了啊，所以但是这两个题材我觉得会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其实就回到如果和去年去对类比的话，其实还是在找赛道，只不过就是看今年到底大家应该找的是哪个赛道。吴海荣可能看好的或者挖掘的就是医美，还有智能化，是说汽车智能化是吗？是汽车智能化吗？不一定是汽车智能化，只是其中的一块。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汽车芯片，然后这个智能显示驱动芯片，然后智能控制器的下游实际上还有很多，包括家电啦，什么智能家居这里都有，然后包括像这个数控机床等等，就智能化的这一块领域，我觉得都可以关注。好，其实如果是赛道的话，就是它是走趋势的啊，就是它会就是涨一涨回一回，涨一涨回一回，对吧？其实大家可以看去年的新能源车啊、光伏啊，对吧？其实都是大家涨到后面然后形成了信仰，然后开始加速，如果没有加速，只要不被证伪啊，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今年的赛道。而明年的赛道其实很明显就是周期，对吧？你觉得周期也会是今年的赛道是吗？就是我可能因为就是说还是那句话，今年和去年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大家对于估值的容忍度就是没有那么高，那么像一些就是说去年大家可能很热衷于找赛道，那今年的赛道的话像医美就可能就是说实在医美的估值不高吗？就实在是没赛道了，就实在是找不到新的赛道了，所以大家可能还是习惯性的就是说去推，但是能推多久我觉得是需要打，包括像一些智能就吴海荣说的智能化相关的能推多久能推多久不确定，因为去年就是说大家估值就只要行业景气的高，估值可以无限给的高，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看到这一部分品种其实已经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未来还能推多高其实需要打问号的。那周期不是有个时间节点，能推多久它不也就只能推到中报了吗？那但是有可能它还三季报可能还会更好、所以说至少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它的一个就是说估值的优势会更大一点，所以我是比较看好周期这一块吧。好，但也算是一个就是看好的一个方向啊。对对对，来徐熙瑶有吗？觉得其实我觉得也是给大家找一些就是类似于去年的那种啊，就是能够持续做多的方向，你怎么看？其实现在去选赛道真的很难，因为能锁定的赛道的话其实我们考虑的因素太多了，以前之前的话可能我们考虑的就是一个成长性，就是行业的一个方向啊，跟这个大家的一个需求端这一块，只要是有这样的成长性的话，我们基本上就开始去做一个这个强烈的看多啊。那现在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像这个去年所看到的一些品种的一个连续性上涨的，像一季度包括年报的业绩都非常不错，那其实有一个核心的因素的话，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如果我们去寻找这个长期的赛道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揣测一下它这个未来的一个业绩预期啊。我觉得
医美啊，就是我最近也，其实之前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包括现在，我们也在看啊，有一些这个公司确实，之前的这个主业啊，它也能够稳住现在的一个市值。那么现在有了这个医美的一个新增业务，使得它今年的一个业绩预期可能会在之前的基础之上还会持续的增长。那我觉得这种的话，应该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研究的一个方向啊。其实我觉得医美确实，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吸引我们去研究的，因为这个行业的话，现在的一个这个发展趋势，随着这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进来之后，然后大家普及了，成本啊会这个相对的下来，同时它的这个价格也会下来，但是它是普及的，所以现在整个行业应该今年的话，我觉得是一个这个加速之年，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上海有很多朋友开始做这一行，前几年已经开始做，现在整体来讲还是景气度比较高，所以我觉得医美这里的话，如果跌下来的话，我觉得我是比较感兴趣的。但现在这个位置，可能如果错过了这一波反弹的话，应该就等一等了吧，因为今天的这个上影线，我感觉不管是从医美的这个题材的个股，还是从一些这个中军的个股，还有一些这个行业的龙头个股，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可能都不是什么很好的位置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会选。然后其他的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去找一找板块的轮动，我比较喜欢就确定性的行业做一些反弹就可以了。对，好，稍后回来来看看观众朋友们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不跟随也可风华万象，不怀疑，学会欣赏自己，专注坚持，打造属于自己的故事，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王哥，我最近特别愁。怎么了？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可愁死我了，赶紧给我支支招吧。做投资啊，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都是有讲究的，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关键点位买卖法？是啊，这个方法啊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遵守线上阴线买，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这样，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关键点位买卖法。方法怎么用呢？里面写的都很详细，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太好了，是用微信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嗯，这个资料挺抢手的，你赶紧去领啊。好，我马上去领。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掐指一算，今日要抛底，财富也今日一开盘，不我要动啊！哪有这么神？还是要靠学习来解决。听我的，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上海整装家装五五购物节优惠预热开始了，要装修的你一定要抓住旺季装修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上海整装官方热线4000-338-338，每天限量发放20个优惠名额，抢定旺季装修优先开工权，总共超60000元好礼通通送给你。我家房子呢已经装修了二十几年了，我想重新装修一下，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我的朋友呢，他们都是找的上海整装，因为他们是上海的本地的老牌子，所以我相信大品牌，交给他们装修我放心。装修就要找大公司，我家也要装修，怎么联系上海整装？赶紧拨打上海整装官方热线4000-338-338，4000-338-338，或扫描二维码咨询活动地址，抢定上海整装五一限量优惠名额，凭电话预约码到店还有好礼拿回家。炒股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买卖不定的时候，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今天送给大家这套智能炒股系统多空电波，是一款辨别买卖利于决策的交易系统，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当底部出现红色时，表示空头动能大概率减弱，多头出现积极信号，可以开始关注。
股价上涨，在高位区域出现绿色，这是空头预警信号，要懂得规避风险。现在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就能到手使用了，3000多只股票都能轻松判断买卖信号，同时配套了强势买点战法，配合多空电波寻找强势品种发出的启动信号，案例分析，跟盘操作，掌握属于自己的操盘系统。现在扫码领取，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股民，都能轻松上手使用，看准机会轻松交易，快来领取你的交易利器吧。掐指一算，今日要抛底。财富也今日一开盘，挪羊动啊！哪有这股神？还是要靠学习来挣钱。我的，听我的。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老凤祥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请出黄伟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黄伟你好。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在今天市场是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表现，应该说市场的波动啊，对于个股的择股要求就会比较的高。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真正能够让我们有安全感的品种一定是具备比较强的安全边际。那这样的一些品种，我们认为首先成长性要很强，其次整体股价的性价比会相对比较的低。我们最近一直在强调资金持续关注的这个电子板块，尤其是这个芯片概念具备这样的一个特点，他们的之前的下跌幅度是比较的大，而且我们从整个芯片的基本面来说也是非常的优秀一心难求的状况可能现在还在存在。我们具体来承接上一期的节目，看一下基本面的情况。我们首先从芯片的平均交货周期大幅上升到16周，就可以看到当下市场当中对于芯片的需求还是非常的高的，那这个板块的景气度非常的强。另外我们再从它的走势可以看到，整体是趋势是偏弱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显示出了它具有非常强的一个安全边际，同时成长性也非常的强。同时我们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整个芯片的走势开始拒绝再创新低，持续的上行。我们再从电子板块这个维度来看，历史上电子板块发动行情往往需要两类风口的驱动，有标志性事件，比如说此前的 5G 商用，第二个就是出现爆款的现象级的产品，比如此前的无线耳机。最近我们注意到这个电子板块由于缺乏风口的刺激，所以导致虽然基本面非常的强，但是股价呢似乎总是抬不起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认为这个状况经过了一段时间开始逐步的出现一些变化，尤其是在上周开始，从部分公司的一季报的细节来看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我们认为可能会潜在的现象级的产品会出现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希望提前把这样的一种变化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在上周五我们就分享了相关的一些概念。我们以这只个股来看，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这只个股呢在这一波的上涨幅度已经超过了50%了这个是非常大的一段上涨。那今年一季报歌尔股份的营收同比是大增超过1倍，其中智能硬件主要是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出现了269%的同比爆发性的增长，成为拉动业绩的关键动力。我们两个数字对比一下，很显然 AR VR 成为了拉动最终同比大增116%一季报的核心原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如果聚焦到爆款的 AR VR， 那么这个板块可能会带动整个的一个电子，包括消费电子所以我们在上周五就给出了电子芯片潜力的龙头崛起名单，不知道你有没有拿到。我相信还是有相当部分的投资人没有拿到的。那今天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关注之后领取电子芯片潜力龙头的崛起名单。好，说完之后呢，我们具体来看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资金维度。因为目前整个市场是存量格局，
存量格局就必须要考虑到资金集中的关注度。我们来看重点的方向，今天讲社保。除了上述产业的细节之外，许多聪明资金动向呢，也随着一季报的披露浮出水面了。最近啊，共有1000多个个股呢是公布的一季报，其中呢只有33只个股获得了社保基金的加仓，占比非常的低啊，可以说是优中选优。那么按照以往的经验，社保基金的重仓往往可以走出远强于大盘的独立行情。我们举个例子，去年3季度来看，长城汽车当时社保基金在3季度加仓了3900万股，后面的上涨行情大家是有目共睹。而新阳峰，我们看到去年3季度社保超过1000万股的加仓，作为一个小盘股，这样的一个加仓幅度非常的大，也出现了大幅上涨。所以今天我们基于此给大家这样的一份社保重点加仓优质的精选名单，我们帮大家已经选出来了，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我们3个维度，一个是大幅加仓社保，第二个目前股价处于相对的低位，第三个近期已经开始有底部启动的迹象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关注之后领取这个精选名单。好的，主持人。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明天的交易时段可以申购的新股。明天呢可以申购1只新股博众精工科创板的公司。同时呢会有3只新股上市，分别是中弘医疗、苏文电能还有未知香。观众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是32-68，选 B 的比例非常高啊，就是节前不能够有效突破3500点。仓位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到我们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啊，今天减仓的比例可以说是大幅上升，达到了30%。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北向资金的情况。我们的北向资金呢由有看投家啊提供数据，今天是流入了32亿。沪股通是小幅流出1亿，深股通是33亿，买入比较多的是隆基股份和爱尔眼科，卖出比较多的是贵州茅台还有五粮液。最后我们看一下两融余额，这是截止到上周五的，略有回落啊，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两融余额能否攀升。最后来说一下明天具体的操作建议吧，听听几位的观点。林林，我觉得这边的话就是说涨的时候不要太乐观，就之前就是大涨的时候大家觉得打出去了很乐观，但后面就调整了。那今天大跌了也不要特别悲观，看到很多人说 C 浪来了就觉得就马上就要大跌了，我觉得 C 浪就创新低了，要去创新低去了，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就是说更多的还是跟着逻辑走。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市场没有系统性的风险，更多的就是说在各个板块当中轮动，然后一些看好的品种跌了你就买一点，涨得过快或者过多了你就减一点，去做做波段就好了，那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平和的心态吧。好，徐熙瑶。明天的话首先关注最弱的吧，我觉得每到这个时候尤其是出现这个阴线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最弱的，今天最弱的其实还是保险跟券商，他们明天会不会出现这个开盘就持续下跌，如果出现的话这个情绪肯定是还会持续走弱的。那如果最弱的能够稳得住的话，其实强一点的也就业绩最好的那些品种，我觉得逢阴线的话就可以去逢低去买了，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策略。好，吴海荣。我觉得这两天就休息一下吧，等五一这个小长假过好以后再看情况操作，因为本身实际上指数谈了一点。银行理财子公司加速抢跑，今年并不是一个大家都会很愉快的年份，机遇与挑战并存，城商行理财子如何差异发展，我们反而有一些机制上的优势。新零售、新消费、新赛道，线下商超生态革新，线上巨头格局进化，边界消失，融合加剧，垂直深耕，转型加速，重构人货场，引爆新物种，中国经营者消费零时差提速双循环，2021重磅呈现。